我叫贾启仁，七八年的时间了，去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。有时候做一天，坐在那儿一天可以饭不用吃。我非常喜欢那种清代民国的手工，一般我都会去钻研针法啊、工艺啊什么的，都是从他们上面学习到一些非常传统、现在看不到的那种手艺。 他们用的布料都非常的讲究，一般都是绫罗绸缎，本身是带有光泽的。即使这件作品放了这么多年，但是呢，还是光鲜依旧。他们的针线活呢，尤其的非常的耐心，一针一线呢，他们的间距非常的小，做工非常的工整，针脚非常的细密，像现在来说的话，基本上是达不到的。 春天呢是做鞋底鞋面的材料糊那个戈贝，夏天呢主要就是去纳鞋底制作鞋面，如果制作的比较多的话，秋天呢就开始上鞋，然后让鞋底鞋帮成为一个整体。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过程，首先呢是你心要静，如果你心不静的话，你是坐不住的，因为这个是非常。 非常苦的一件事情，要耐得住寂寞，经得住诱惑，所以说你要有非常强的毅力，还有就是呢，非常灵活的思维，然后去将这些颜色啊、造型啊，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更好的搭配起来。每天去观察研究这些非常传统的东西，让自己去进步一些吧。我只是想把一些非常传统的美，让他们更多人看到，让更多人年轻人学习到。